吹拉弹唱的市井娱乐，诉说过去的万国建筑。这里是天津。咱们是天津人呐，说是天津话，天津卫的方言口语那真是根儿基啦。好嘛，这咱老天津卫管的这叫鸡子亮。天津根儿多。今天啊，群大。喂嘴子，嘴皮子比较利索，嘴也比较刁。喂嘴子的口中有极其讲究的街头小吃，也有道不完的奇人异事。每天最是我父亲的二斤白酒。来一个，先来一个。酒神，漂亮！这沫子150多年了，我拿它当宝贝疙瘩一样的珍惜。他们在怀旧中寻找安定。您这味儿，这老味儿。其实老味刨冰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很甜蜜的味道。嘛钱不钱的，乐呵乐呵得了，对不对？以幽默乐观化解不顺和失意。哥哥会。欢声笑语的背后是对生活满满的热情。挺根儿，干！干了！今晚我们天津见。欢迎朋友们来到天津卫，给大家带来一首歌，名叫《津津有味》，祝大家在天津吃好喝好。来到了天津卫，把美食尝一尝，煎饼果子好滋味，那名气响当当。在因漕运而兴的天津卫，高热量的煎饼果子最早是作为宵夜小吃出现在水陆码头，后来演变成最受欢迎的早点。今天这个城市的煎饼摊数以万计，而金门李氏是为数不多既卖早点又卖宵夜的店家。新炸的果子酥又脆，民间小吃大明堂。这日子我光做梦啊，梦见人倍儿多，我看不出来，倍儿着急。好嘛，这咱老天津卫管的这叫鸡子亮。这边拐子豆，这边英子豆，这叫工作娱乐两不误。看看这石磨子嘛。眼前这位光头大爷，人称老李头，金门李氏煎饼第四代传人，祖传的村里豆，100多年了。我刚干时候，果子才4块钱一块。天津方言里最喜欢用哏儿来形容一个人有趣儿。老李头就是一个哏儿极了的天津大爷。是两套双鸡蛋双果子的吗？行行行行，我这给弄抢。煎饼果子，嘿哟！煎饼果子，嘿哟！唱完煎饼果子，宵夜再来一套煎饼果子，是音乐人李亮杰和乐队伙伴演出后的不二套餐。石磨煎饼。老板好，哎，你好，还有吃的？有，煎饼果子，哎，自个儿没带鸡蛋，用您的啊。好嘞。面皮，天津煎饼果子的脸面，100%的纯绿豆做糊，鏊子烧热，推子轻轻一转，鸡蛋、芝麻、小葱趁机加入，如此简单的招式，老李头反复操练了40-50年。蓬松宣软，底部焦脆，起铲翻面，乾坤调转，一张正宗天津面皮大功告成。确实到外地见的我都白面做，面吃完以后面黏，都粘得满嘴都是。果子和果篦，天津煎饼的合法原配，约定俗成，无可替代。我有一个南方的朋友来天津找我玩来，我请他吃煎饼果子、土豆。哎呦，大鹏，你们这个这种食物，怎么是面裹面就面？翻卷定型，抹上老李头秘制的甜面酱、辣椒酱和豆腐乳，外酥内软的碳水炸弹准备发威。我要多辣子。好，谢谢。哎呦，太哇塞！我一碗就是4个鸡蛋、蛋果子。火。对很多天津人来说，煎饼果子就应该清清白白，多加一根咸菜都算是邪教。
你假嘛都行，假地球假月球我都不管，反正我觉得那就不能叫天津煎饼果子。有的人过来问我你有资源吗，我听的我就给他们又上课了，我就跟你说了，我说你吃羊肉串去，你找人要面酱行吗，对吗？所以来说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你就什么做法。您这味儿啊，这老味儿，正宗的，这老味儿。一句老味儿是天津人对传统煎饼的最高赞誉。我干了这么多年了，质量一直没变，我就拿这当一个资本。如何让这骄傲的资本传下去？老李头这两年很焦虑。我也教过徒弟，而且手把手教过，东西也是一样的，弄来弄去的没干半年就黄了。我爸爸那阵是老观念，传儿不传女，家里都，我俩姐姐现在还都不会，不传。到我这阵儿，我一想，我又是个闺女，完了，到我这辈儿就没了。过去了啊，好，在门口等着。行。女儿大学毕业，进公司当白领，休息日闲着没事儿，偶尔会帮父亲带早班。截止到中午12点，就差不多了。然后呢，晚上5点开始，然后我爸我妈就来那个出晚班，干夜宵。慢走呢，不客气。之前上班的时候他就说我要不咱就跟我一起干得了，然后那时我就是给他放那个骂我歇班给他帮忙。好吃好吃，就是一个被满足的大状态，因为今天体考要吃一套元气满满的煎饼果子。没有料到女儿摊煎饼的手艺越来越好，而且还意外收获了爱情。我一过来之后呢，一看屋里多少小字儿，懂吗？我是谁呢？我是那时候经常去买这个煎饼果子，然后呢就去到窗口那儿就偷偷瞄它，然后觉得好漂亮，在窗口里边，我操，真漂亮。然后后来又去后来就不行了呗。咱田都养好了。两个年轻人情投意合，逐渐萌生了接店的打算。我也上了那么多年的班，就总觉得给别人干不如给自个儿干，时间自由还能挣着钱，既要有工作也要去享受生活。人要辣子吗？要，那得要。正好就是我爸也到岁数了，不接手也太可惜了，也心疼他。结婚后女婿也辞去了工作，公司效益不行啊。不是因为爱吗？这个很现实啊，不是。既然小两口心意已定，老李头也把自己的法宝全盘托出。孩子不晕，咱其实要求得院气。哇，那里边多饱满。如果要倍儿干，证明这豆子又好，水分又少，所以这种豆子倍儿好。哦，哎呀，还真咬得动啊！啊，咬动了，咬动我你啥呀你？我都没咬你，还就告诉你不咬吗？啊坚硬的铁豆子还得老石磨来调教。这磨子150多年了，大伯爷那就有，拐出来的糊，摊出来的煎饼特别香。我爷爷给你修庙去，庙里也穷啊，没有钱，把这石磨给我爷爷了。
走，快点上去聊。来了，出来就这效果。来了，这官了。这件久经磨砺的传家宝，陪伴金门李氏走过150多年的风风雨雨，如今迎来了第五代主人。我这确实我没想到，我觉得我是一个女孩，我还以为到我这第四代就后边就没人接了，还没想到我们闺女自己主动想要求干这个，所以我呢就尽我的全能，把我的这些个工具来的老石磨，甚至把我都绑一块都给传给他，掰给我啊，都掰给你，连您连磨子都给我了，都给你绑一块都给你了。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里边也有快乐也有苦，真的，一年你看365天天天起早贪黑，是特别辛苦，你争取干的比我还大，从小门脸干到大门脸，甚至干成大公司啊。行行行行，我这个到时候雇您，没问题，雇您还给我摊点活，没问题，我期待着啊。其实怎么说呢，这些都是玩笑话吧，也挺心疼他的，甭管天多冷也得出他，就那手冻的根本就是用那个秤去烤一烤手，对，反正就是挺不容易的。看你这手啊，哎呀，让你抹护手霜你走吗？希望让我爸长命百岁，一直陪着我。是，当然了，那不可能。那别说这么多呢，95就完了。好好，行行行，95。在天津的宵夜江湖，马路砂锅简称马砂，是大隐隐于市的存在。天津人是吧，夏天最喜欢的东西就是砂锅羊肉串，但是这砂锅咱得说只有天津这样，所以我觉得这也算我们天津的一个特色。虽然桌子上摆的主要是烧烤，但却只有砂锅才配得上拥有姓名。你说它是主角吗？它不是，但是它是捧哏，三分逗七分捧，砂锅就占这个作用，你还就要在马路边吃这个东西。二哥砂锅，味儿是真不错，醋椒豆腐砂锅排骨在老汤往里搁，嘛汤嘛料真不能瞎霍霍。砂锅加烧烤啊，还是二哥好，对，还是二哥好，干了！20多年两代人，咱必须有绝活。小二哥主厨，老二哥坐镇。想当年，老二哥正是凭着一道醋椒豆腐打出了二哥砂锅的名号。肉骨高汤沸腾以待，鲜嫩的内酯豆腐赴汤蹈火，胡椒粉与天津独流老醋联袂助拳，只需吸溜一小口，七窍六脉顿时通畅。就醋那种酸，配上胡椒的那种辣，我还有点呛的那种感觉。吃饱了，喝足了，谁说我也不服了？回家洗个澡，一睡觉，转天元气满满去上班，这才没了。而且在天津的马路边，时常还会遇见一些意外之喜。驸马爷，金钱看端详。
墙上写着啊，秦香莲的三十二岁那壮哥当朝驸马郎啊，齐君王啊满皇上啊悔婚男儿，赵东昌啊杀妻灭子两心丧啊，逼死韩琦在庙堂将壮志压，只在了夜的大堂啊上。好，你要进了衙官，你为哪桩？最早干这砂锅这个行业嘛，也是我父亲自己去弄的。二十来岁的时候，我从来没想过我将来有一天我会干这个，从来没有想过我能干这个。这扇子别拿了，那边。这个儿大，看这大青头，看见吗？我那会儿年轻嘛，爱玩了嘛。哎呦，还行画。来来来，砍石砍石。双方领证，带入洗涮。有局面，有局面，有局面，有局面。等会双方看见了吗？我说的嘛，他有劲儿，知道吗？看见了吗？哎，绝对有劲儿，算了。哎呦，我操！完了吧？晕了，晕了。这是慈禧太后西逃，哦，从北京去西安，走的半道路过天津，走的半大路过天津，走一半就折回来了，是吗？我见过，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，老爷子了，他是嘛不见，乾隆他也见过，对，您这不像话。除了逛花鸟市场、玩虫子、听相声，二哥还痴迷《速度与激情》。那会儿骑摩托车的时候，父亲就反对你撞死了，你不要连累人家，听不进去，我想怎么样我就怎么样。在父亲眼里，二哥整天游手好闲，而在二哥心目中，父亲则是令人讨厌的酒鬼。我那会儿就是比较反感什么呢，我父亲喝酒喝得太凶，老爷子属于端一瓶酒全场溜了，到哪桌都喝，人家是拿白酒，我们是拿啤酒，人家喝一口我们喝一口，喝不过那都喝不过。有客人来吃饭，我就过去把桌子收了，我就跟客人说，你要愿意来你就来，你要想跟他喝酒你下次你也别来了。我也叛逆嘛，那会儿我跟我父亲去正直基本上是一个礼拜最少有四天，天天娃娃根深蒂固的一个思想就是，长辈再不对他骂你的时候你听着，骂完我就出去了。我的心情就是，今天我出去我要把车撞了，我要把车开到极限，车的极限也是我的极限，我年轻嘛，再有一个就是我要发泄。三年前，就在父子矛盾不断激化的时候，父亲突然病倒了。父亲生病的时候他就晕吐，哎呦，我一看坏了，去医院去看去吧。然后一照脑 CT， 我又懵了，小脑萎缩，还有点心脑血管有点堵。砂锅店何去何从？二哥面临一次艰难的抉择。我就想了好几天。我就想不行就别干了，就彻底也别干了。慢点，看点着急啊。叫两码你叫。你这衣服。
那上面穿太热了，也穿太凉了。上面太热了。转念又一想，毕竟这么多年了，我这锅老汤，我也不想让它毁在我手里。父亲生病之前，二哥从未想过以砂锅为业，但一旦下决心接手，他很快就摸到了其中的门道。开锅到了啊！好嘞。哎，多少钱呢？73。不拉微信啊！好嘞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走了。辛苦，辛苦。我介绍的时候，我说我做，然后我们老爷就在那后边去骂街，去骂我。你这能压做吗？这东西，这个东西，这料要大点，那东西要少一点，菜要切成什么样，豆腐要切成什么样，土豆啊、牛肉啊炖成什么样，连骂带我做就会了。你说教吗？他没教，是我自己上手，他在后面指点，是这么来的。如果说醋椒豆腐是天津马杀的灵魂，那么砂锅排骨则是二哥的独门功夫。在他们家吃完了才喜欢吃的排骨，一喝他们家汤，完了我就无法自拔。老汤打底，选取新鲜猪翅排与特肥鸡架，小火慢熬，历久弥香。他们家砂锅汤清口，然后他们家的肉不用吐骨头。食用之前再次煮沸，加入冬瓜、粉丝，鲜美清甜的砂锅排骨正式亮相。砂锅排骨的特色另一方面就是咱的酱油嘛，酱油还有甜口了，这熬出来的嘛。入口之前蘸上二哥特调的秘制酱油，令人欲罢不能。二哥，做好了赶紧过来一块喝口。马上，你把我那啤酒拿来，我喝它去。脆，脆，脆，来了。你看我这毛豆磕的，你再不来我都快饿死了。不，你这不行，不行，你把他刚才那个唱。一个一个来。你嘛意思啊？一个一个来。我靠！你打我。
你做不就完了吗？天津的夏天，没有人能拒绝马路边的一碗刨冰。每个天津人的童年，总有这么一份心头的清凉。天津人喜欢叫姐姐吗？就得用手摇，震的就一天下来，可能这胳膊就粗了。现在一见，最早没有那么多果酱类的，就是山楂、杏肉啊、红豆啊，然后和酸梅汤，那个老味最原始最。天津最传统的老味刨冰，所谓的老味呢，都是我们这些八零后啊，什么七零啊，这些小时候童年的味道。其实人们还是挺向往以前的生活的，以前这吃东西必须得光膀子坐马扎，这才叫天津味。只有亲近的人、关系好的人才能坐在一起吃刨冰，不然的话，大家不都喝星巴克的吗？谢谢。天津那边带妹子来吃刨冰嘛，两个人在吃一份刨冰的时候，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。然后当你的感情升温的时候，你肯定会你喂她一口，我喂你一口，这事儿基本上就成了。刨冰是凉的，心是热的呀。简单纯粹的刨冰，俨然成为城市基因的一部分。延续着几代天津人的美好记忆。通过全国街霸二线上比赛冠军，看见到多快，你看见到了一款游戏打30年。我一听见那演乐，我跟你说，我听了30多年，我真敬你了。五六岁就开始去，真是老头子去。走你，没
一个。为了方便打游戏，他在宵夜店里摆了一个擂台。这怎么弄呀？我也纳闷。没戏，漂亮。赢。没有，我是黑鞋赢的，你得给客人留面子。我都来过，但是最后他想赢是可不可能让他赢的，就是给他留点血，哎，就是我还剩一点血是我赢。小涛的这点小得意，在妈妈眼里揍你就是不务正业。哎呦，他还玩啊？赶紧啊，楼下人都满了。赶紧下楼炒菜去啊！好嘞，我听见了吗？马上，打上两局，马上啊！哎，下回打跳，下回打跳。被迫走进厨房的小涛，同样大展身手。香辣蟹、炒蛏子、油焖大虾、火爆牛蛙，不知 KO 多少天津馋虫。上菜，避风塘皮皮虾、香辣蟹啊，还有大虾仁儿，口味挺好的。嗯，看我们孩子吃，能看出来，味道挺好的。吃在哪？这个我怎么会描述？我就是特别爱吃。看那酱料，你就单吃啊，你就拿馒头片蘸着吃。真的会特别好吃，倍儿香啊！Perfect，nice，nice，nice。我觉得啊，做饭啊就那么回事儿，还是玩游戏有意思。哎，来了，半份咖喱就行。虽然嘴上说着不在乎，但对于自家营生，小涛也能把控全场。炒海鲜就跟那个打游戏是一样的。打街霸，大家都会使用最擅长的角色。选海鲜，小涛也要亲自挑选最好的。这或许是骨灰级玩家的洁癖。100个海螺，20斤田螺，你这蚬子行吗？就是。海鲜好不好，我就一眼就知道。刀上多少钱？刀吗？给我供货的商家都是拿电棒就当螺面去造的，才能保证咱拿的东西是最好的。蟹是美味，人人喜爱。固执的喂嘴子只认体型庞大的本地梭子蟹，活蹦乱跳的肯定的。然后搁在菜板子上，这一刀下去之后，肉跟黄都是满的。手起刀落，切口整齐。玉汁红膏，蟹肉细腻而有弹性，鲜美欲滴。You win。它这螃蟹是甜辣口，有蒜香，有甜有辣，特别鲜。作为一个厨子吧，最有成就感的那一瞬间，就是那个香辣蟹刚出锅的时候，跟我那个 KO 弟那个一瞬间是一样的感觉，那种兴奋的程度。角度行吗？佩戴口罩，老常说吧，佩戴口罩。一波疫情结束。人们迫不及待地聚在一起，小涛也把街机搬到了室外。现在比赛开始啊！大殿摇了，这一下摇没有？哎呦，被白人罚了。还有，警察血量多，警察血量再有啊！变色龙，一个电，再来一个电，失误了，下头腿被白人背到脚窝，这是个逆向，又一个背。不知不觉已到深夜，街霸男孩们意犹未尽，
仿佛又回到了聚在街机厅里躲避家长追查的年少时光。一边是纷纷攘攘的城市，一边是每个人都渴望的避风港。在这里，他们可以做十分钟的孩子，可以脱下社会角色的重重外衣，仅以一局游戏论英雄。小的时候真没有那么想过，意味着什么自个儿也不知道，就是喜欢。每天吃饭睡觉都想，其实生活里就是在童年必不可少的一种东西，必不可少。三、二、一，走。好了，这就齐活了，换了新地方，你为我们效劳吧。老李头的心事成了喜事，女儿女婿正式接手之后开了一家新店。你爹在哪边？我爹在边。那我这边行。我就看一眼大姨，大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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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方便出门的二哥还是那么爱玩，砂锅店多了几个小伙伴。刘正木自己来的，看我挺好的，那就不走了。我们俩投缘。这流浪狗，怕的是他捡的，都捡狗。市井生活才是天津的迷人之处，在这里，天津人用手艺和智慧，营造属于自己安宁的小宇宙。无论世界如何变化，无论他们遭受什么，一句乐呵乐呵乐是朴实又经典的人生指导，也是天津味永远的魅力。